领先的名单，在高雄市的部分呢是韩国瑜暂时领先。投完票下午4:17，韩总部外聚集了大批支持民众，聚精会神的观看中天新闻的报道。一听到韩国瑜暂时领先，韩粉立刻欢呼。不过此时韩国瑜只领先了100多票，也让韩粉的心七上八下的悬着。哎，差距不大呢，不到100票，有没有很紧张？蛮紧张的，希望继续加油。好，随着越来越多票箱开出，韩国瑜的领先幅度也越来越大。人群当中，我感受到这个非常亢奋的情绪，大家摇这个国旗啊，手已经摇到很酸，会酸吗？民众的情绪越来越高昂，开票2.5小时，6:30过后，韩国瑜已经拉开领先幅度，超越陈其迈10,000票。现在好嗨啊！完全是迎接胜利到来的那种感觉。时间进入8:30后，传出陈其迈即将上台承认败选，韩总部陷入欢欣鼓舞的嘉年华气氛。现在韩国瑜的票数已经到达了59万，领先了陈其迈的51万，快到了8万多票了。现在现场的韩粉们期待着韩国瑜的出现，也以这一个伟大城市为荣，更所有的陈其迈。上台演说，韩粉已经陷入疯狂，拼命高举国旗呼喊，已经没人在听陈其迈的败选感言。韩国瑜在9:16上台，不少韩粉确定韩国瑜当选后，甚至喜极而泣。韩粉的情绪在韩国瑜抵达后嗨到最高点，这一晚韩总部前的韩粉全都陷入狂喜的情绪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